玄德啊，外面天暖花开，姹紫嫣红，我们到园中赏花去吧，否则大战一开，就再无闲情雅致了。甚好甚好，在下遵命。主公，主公，您下了禁军令了吗？刚刚下完。许攸误主啊！禀主公，数月前曹操攻伐徐州，那时的确是我们进军许昌的大好时机。可现在徐州已陷，刘备全军丧尽，六皇叔请见谅。曹操携大胜之师兵锋正劲，我今非但不能进军，而且应该避其锋芒，按兵不动，另寻战机啊！有消息说，曹军正发生恶疾，不少军士战马纷纷倒毙。主公啊，那曹操统领20万大军，哪天没有几个人病的呀？借选小疾不足以撼动三军，这不是战机。可颜良、文丑也有书信来促战，为将者谁不渴望建功啊？但是身为统帅，应该审时度势，独掌全局，不为轻浮议论所动啊。主公，你现在所用州郡子民在曹操一倍以上，三年之内兵马粮草必数倍于曹操，那时灭曹易如反掌。主公当富民强兵，徐图进取，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，这才是制胜之道啊。立即传令颜良、文丑，叫他停止进军。在下这就去办。玄德啊，请。主公，你让那田丰传命停止进军。是啊，田丰所言有理。眼下战绩不佳，我们应当以静制动。主公，为何又要朝令夕改？况且那传令的飞机已经奔驰在大路上了。这有什么？着人追他回来就是了。玄德呀。你都看见了，有人劝我战而取胜，也有人力劝我不战而胜。你非属我部下，置身局外。你公心而论，我是进军好呢，还是退军好？在下承元公厚恩，客居帐下。本不该多言的，不必过谦，直说吧。自明公发布讨贼檄文以来，天下苍生莫不翘首相望。可是这半年来，战非战，和非和，进不进，退不退，劳师武功，徒耗钱粮，这些都是有利于曹操而不利于明公啊。你放胆说。眼下明公与曹操相比，本来是占绝对优势。可是明公如果不战而退，那么曹操就会宣称他大获全胜了。他会说奉天子诏，率王者师大败逆贼。那么天下苍生，尤其是在明公与曹操之间摇摆不定的各地诸侯，他们会怎么想？他们会倒向谁？明公别忘了，朝廷是按在曹操的家门口。而不在明公手上啊，这在下这么说吧，如果我有明公三分之一的兵马，也早就进军了。天风误我呀，我即刻进军。明公，还是跟各位谋臣商量一下再决定吧。
我意已决，不再听他们的了。天风兄台，我好不容易说动了主公进兵，你为何又要加以阻拦呢？因为你的方略是错的，而我的方略才可资万全。未必吧？该不是兄台妒忌我颇受主公之信，怕抢了你的风头啊？我田某若真有妒忌之心，也该嫉妒值得我嫉妒的人，你许攸不配。哎，兄台，你发火了，看来你对我许攸非但是妒，而且还有恨。许攸，还记得上次主公对你的杖责吗？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。怎么，兄台，你就敢断定你田丰不会有那一天？也许有，但我不会像你一样挨了打就改口。我田某就是被主公打死，也会尽忠尽谏，以死相见，绝不投机。你主公军令已下，令颜良文丑进军。主公军令已下。什么？颜良文丑进军。田丰兄台，许攸料定你田丰早晚会有这一声惊叫，五日之内全军必须抵达黎阳，持武力战。主公，主公，田丰听着，不许你说三道四，蛊惑军心。主公，容臣再说一句，如果非要开战不可，也万万不可进军许昌，应该屯兵延津一线，分兵官渡。再者颜良虽勇却无谋略，不可视为前锋啊。你还敢危言耸听，扰乱军心。主公，听令，免除田丰参军职位，贬为牧马邑。主公，下去。主公，下去。主公三思，主公三思啊。主公，主公。哎，慢慢慢慢慢，是田丰兄台啊。你是去养马吗？兄台啊，我平时只知道你就会大话连篇和夸夸其谈，原来你还会养马呀。拉出去。主公，主公。呸，活该。撤，丞相。丞相，咦，听说你率军阻击袁绍，末将愿做先锋。云长，我听说你这些日子思念你兄长几乎寝食俱废，是不是？此行就不劳你大驾了，你且回去静养，静候我的佳音吧。出发。遵命。出发。刚刚躲过黎阳，未及设防，就被颜良突袭，吕平呼超而降，力战半日不敌，颜良太傻了。
没想到这个颜良如此英勇，半日之内连斩我两员大将。许褚、张合、蔡阳、乐进都纷纷请战，被我强行拦下，我让他们并购丞相军令。做得对，眼下我军锋芒稍挫，下一战必须取胜，否则宁可不战。主公，我见一人定可斩颜良。你是说关羽吧？对，正是关羽。主公还记得他曾经杯酒斩华雄吧？当然，可是我担心他斩将立功之后会离我而去。主公，我们且设下刘备还活着，那么此人在何处？他应该投奔谁？肯定是袁绍啊。主公如果令关羽出战斩了袁绍的大将，袁绍一怒之下岂能不杀了刘备？主公你可以想一想，这刘备一旦被袁绍所杀，那关羽就只有主公了。高人在，连夜召关羽前来，他的赤兔马快，让他后日正午到达，就说我会设酒等候。遵命。就是袁绍的军阵，你看何等雄壮。那只不过是一堆破砖烂瓦。那人就是袁绍的前军主将颜良，听说他的武艺不在吕布之下。在我看来，他那是插标卖首。你何以如此狂妄？禀丞相，末将愿将他首级取来。军中无戏言，如果拿他不下，你怎么办？那就请丞相取我的首级。好，斟酒来。擂鼓。呔，来者何人？本将不杀无名之辈。恭喜丞相，令关羽建功了。我更欢喜的是，刘备生死堪忧了。徐望，你估算一下这次战事会如何呀？这次我们可是倾巢而出了。主公啊，这次我军由你亲自统帅，将士们一定会更加神勇，奋力杀敌呀。禀主公，颜良将军被关羽斩杀，我军阵脚大乱，曹军顺势攻上。什么？颜良将军被关羽所杀？主公，关羽已经归降曹操了。你怎么能确定那是关羽呀？末将亲眼看到他，